这脚可能爱锯掉哦。啊，爱锯掉？你无看迄空嘴，干那结这尼啊严重，伊个脚底有无？都已经坏死啊哩！哎，不是，医生，这没有那么严重吧？硕平哦，你都不会痛哦？不知道。行，人佫会行，佫会走的啦。现在空气的底味吼，都是拢对伊只脚才出来了。这就是明显坏死的迄个证明啦。医生啊，啊，除了锯掉，敢无其他的办法？啊，你若无相信我的判断吼，你会使传药房的医生看，吼、哦，反正到尾啊吼，结论就同款。无啦无啦，你无这个意思啦。我是考虑讲，阮病院吼，这个截肢手术的设备无够，啊，所以我是建议讲，应该是转移啦，啊。医生啊，你们这医院那么大，怎么可能设备不足？医生啊，你怎么要截肢？我以前的医生我判断无同，玫瑰哦，咱就找白天。好好好，感谢你，感谢你。朋友去看一摆就对啦。好好好，好啦。咱来去巴杜的病院。啊？巴杜哦？巴杜的病院啦。我就不去了啦。啊？啊？因为他那个味道太重了。哦。哦、好了好了，不要紧啦，不要紧啦，行啦，咱来去。哎，收皮好，好了好了，我们走。来看看。好，来。安尼洗洗的吼，超精神的。伊精神哦，我是足费神的。伊袂输咱机器人，捌洗过身躯呢。吼、哦，我怎个哪洗哪个假？好假仔，伊关心互你洗，那无吼，伊这规身躯安尼。哦。你啊啦，等下啊，去到病院啊，安尼医生较袂惊啦。杨耀祖。我们现在带你去巴杜的那个医院哦，杨耀祖，赵皮哦，啊，哎，赵皮好，嗯，干嘛？万不能啊！真正会截肢啊，还是变哪？马上会做啊！到时吼，都要回去找士官长啊。他有可能会答应啊？关系到因囝的性命呢？根本啊，无咧管伊死活无。都要，我用酒甲灌落嘴，趁伊也袂清醒哦，骗你答应。看书办事啦，
唔免截肢啦。啊？不要。这空嘴吼，看起来应该是长期营养不良所造成的。营养不良哦。嘿，这一开始吼，空嘴应该是较细，但是因为营养不良吼，然后空嘴拉袂饱，时间来拖久哦，伊这就是便便变大空的，嘿，才开烂去。但是这状况应该不是真歹，所以我们在先做营养师试看卖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！感谢院长，感谢啦，谢谢啊。素萍哦，你不可以拖，不可以拖啦！马上去要跑。这个伤口吼、哦，才给你包扎好，你休息两天啊，休息两天啦、啊、吼、哦，等伤口好了差不多，你再去给人家买东西啦，不可以。啊、哎呦，伊袂听啦，我看还是来交代你弟阿新爸啦。好了，不要用手去抓，不要用手去抓啦，吼、哦。苏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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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过来帮忙买东西哦，苏萍。黄师姐啊，哎、欸，我现在在庙口夜市啦。哦，我跟你讲哦，我今天一早、哦、就从市场啊，然后公园那边啊、哦，都没有看到瘦皮猴哎。对啦，他没有出来买东西啦。嗯，很乖。自从你们把他送回来之后，我还特别去找了士官长，跟他说一定要好好看着他。没有想到，哎、欸，这次真的成功哎，他听话哎。请下来，为什么？我有漏掉什么资料吗？啊？叫人取消低收入户补助的资格？啊，这资料都无问题啊。是啊。啊，不过你看，哎呦，啊，我被别收到这个通知，你看。不符合规定，伊那也不符合。资格不符，不予通过。怎么会这样？你不是跟我说，一定能够顺利办下来吗？我这么信任你，结果变成这个样子。你要我怎么办呢、啊？你都唔知咧，嘿哦，傅伯伯哦，用迄款不信任的眼神甲我看吼，哇，我实在足艰苦。坐啦，要啉茶无？免啦。要啊，我搁走去户政事务所去问咧，啊，结果嘛是问无，啊是安怎？人家坐柜台，也不是承办人，伊嘛无清楚，那是什么理由啦？理由就是资格不符啊！啊，我就想讲吼，将这资料调出来，重新来检查一下，看到底写唔对去，写唔对会叫你改，资料若无齐，嘛会叫你补，应该唔是这个问题咧。唉，啊，到底是安怎的资格不符啦？是不是我判断错误啊？哎，傅伯伯，
进前用迄怀疑眼光咧甲我看哦，我甲佫讲，哎，没问题，我佮挂保证咧。这一次啊，低收申请，等了那么久，一点消息都没有，是不是你在骗我啊？不会啦，我怎么会骗你啊？那谁知道啊？理由多如牛毛是吧？哎呦，胡贝贝，如果我是骗你的话，我干脆就去躲起来就好了。我为什么还要来找你，来给你骂哦？那就是你无能啊，哪里有写错了？不可能啦，那个资料哦，我一次一次这个检查过好多遍呢，绝对不会有错啦。那就是一定没有过喽。啊？不然呢？我们来赌一下啊。这我啊太有经验了。跟那些政府机关打交道太多次了，是吧？他们呢就拖着，等着你再去问的时候呢，他们就跟你说对不起啊，你的资格不符。啊，不会啦，那个我们之前申请的时候不是都很顺利吗？啊，资料没有变啊，不可能会有问题的啦。嗯，傅贝贝，我跟你保证，一定可以通过。素娥师姐，你是怎么要在伊的面头前挂保证啦？啊，我都足自信，一定会通过啊！啊，谁知影讲，我实在是想无的，到底是什么原因？嗯，哎呀，先回去啦，甲中道传好势。啊。先把厝内的代志安顿好势，下晡吼，咱两个走一转。要回去找伊哦。既然有怀疑，咱就回头过来一遍。好啦，所有流程吼，重新再检查一遍，我都不相信也找不出原因来。再一次。是啦，那个，请你哦，再让我去申请一次啦。我不陪你玩了。拜托啦。我不干。傅伯伯，啊，也不知道什么原因，为什么一直申请不下来？哦，我们也不知道到底哪里卡住了。一定啊，又是他漏报了我的资料。不，都补齐了，区公所也都收件了，所以整个过程是没有问题的。政府机关呢，做事啊，拖拖拉拉的。嗯，贝贝，拜托啦哈，那个今天哦有这样的结果，我对你真的很不好意思啊，但是哦我。我就一直很想找出来，到底是什么原因不通过。不会吧？啊？对了，啊，傅贝贝，所以哈，我拜托你啦，那个资料哈，再拿出来给我们检查一下，帮我们一个忙啦，好不好？再去申请一次啦，拜托啦。好，我拿给你们看。谢谢啊，感谢你，谢谢。哎，我所有的资料跟证件都在里边，你们慢慢的找，慢慢的看吧啊。好，是，感谢你，感谢你，是。是干货，天天都评价，天天都有惊喜哦。
给你们最实惠，给你们最新鲜的哦。行动，机动，一定要行动！买一送一，我今天就买一送一了。我玛丽红买的全都是好货，你看看，这一点都不假哦。这是新奉送，诚意都要奉送给你们的哦。大家啊，一起进步，共同辉煌。走看看，这真的很便宜哦。这玛丽红到底是啥人啦？傅伯伯，啊，之前哦，你这个配偶栏上，啊，明明就是空空的啊，啊，怎么现在跑出来一个什么叫玛丽红的？是啊，傅伯伯，很可能哈，都是这类玛丽红哈，啊，造成你那个申请那个低收入那个资料不符合，对，可能就是他啦。我从来就没有见过这个什么玛丽红啊。啊？我只知道。他是个大陆人，他需要一个身份，一个台湾妻子的身份，他才能够申请来台湾。假结婚，真打工。有个中年人来家里找我，说是要跟我租用我的身份证，答应会给我一笔酬劳。你好，我是婚姻介绍所，我姓沈，这是我的名片。稍等呢，啊，这是什么时阵的代志啦？啊，不是、啊，我是说，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？就是你去补齐申请资料之后，把所有的东西带回家还给我那天。这么巧。就这么巧，我心里还在想啊，我这个申请行不行的时候，哎，那个中介就来了。那有这多好的代志啦，傅伯伯，天下哈真的没有白吃的午餐呐。对啊，所以他就给钱了。他给你多少钱？就为了这3万块，把自己的身份证出卖了？什么叫做出卖啊？我要过日子啊。那个审查期那么长，这么长的时间，我总要赚点钱，不过分吧？傅伯伯，不是审查期长，是主办单位哈，发现你这个身份资料啊，跟你的那个户籍资料，不同啦，不同啦。所以卡住了啦，不是审查期这么长。那你们不是说我可以申请到那个低收入的补助吗？啊，现在情况都改变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哦，那个玛丽红她有工作有收入，啊，她又是你的太太，啊，所以你现在哦已经没有资格去申请那个低收入户的补助了啦。不会吧？啊，傅伯伯，啊，你这么人在不？他现在人在哪里的？玛丽红在哪里的？我不知道啊，我们又没有住在一起。好了，算，是没有就没有，不行就不行，什么低收入户，真是难听死了。傅伯伯，话不是这么说啦，你现在领人家3万块哈，感觉好像很多钱，对不对？可是你却损失了每个月可以领的固定基本保障呢，你想想看，这3万块半年以后剩多少，啊，一年以后又剩多少？你如果有申请到这个低收入补助的话，是以后每个月都可以拿钱呢。哎呀，都是你害的啦！啊，你看，都是你害的吧？我是没叫你去跟人家结婚。哎，你在说什么？没啦，傅伯伯，这个应该是你自己做的决定吧？师姐也不可能叫你去拿证件跟人家假结婚啊，对不？不会吧？真的没救了？卡
卡叔哪会当找到？如果能找到这个马丽红哦，如果能找到马丽红啊，再想办法。如果能找到马丽红哦，我们看看处理一下，说不定你就可以每个月领到钱了。来找找看啊！哎呦，我吼就想讲，如果无回来啊啦，趁即个放假的时阵吼，回来看爸爸妈妈。哦，想到讲话吧？是真的好不好？我看你是包哪什么衫裤，回来给妈洗才是正式的吧？那恁日子你嘛不是同款？我，我拄只吼在门口口安尼看你赶甲大包细包的，内底可能拢是啥？歹势吼，我甲你无同。那我是特别回来做伴的，好不好？阿姨，你吼要用到的物件收一下，像安尼大包细包。你要做啥的伴的？刘佩瑜啊。啊？哼，你高中同学？你今天结婚啊？厉害啊吼！哇，啊你同学几岁？真啊，大爱问，我几岁，伊就几岁啊。嘛已经袂少岁啊嘞。哎呀，你安尼讲哦，我早有甲你讲过啊。缘分也到吼，啥物我都甲做。是哦。哎，啊对啊，啊你要做伴计，你敢会晓做伴计？做伴计搁上课。哎呦，规定吼，我是无即文的，简单啦。文呢？听你安尼讲，敢讲还够有武的？这你都唔知啊？迄文的吼。爱负责伫个行动来赢出来时阵，挡伫个新娘房的门卡口，出气的问题来甲新娘考试，要互伊知影阮佩瑜吼，毋是遐尼轻轻彩彩就当回错的。吼，啊恁这少年的真正乱来呢。即马都嘛安尼。啊。哎，新妹，好好啊哦。对，开门进来吼，叫人挡伫门卡口，看就知。知啦。哎呀，恁少年的这么乱哦！哎，对啊，姐啊，你拄只讲有母的，那那母的要从哪？母的爱负责伫食毒的时阵替新娘挡酒，还有一挂人客啊，都做歹心的，听讲想要看新娘啉烧酒醉落去。啊，对，啊，搁有万不离吼，遐个前男友来闹场，母的嘛爱负责赶紧闪出去。哇！医生，漂亮的妻子，嘹亮的歌声，战斗的好烈士官，热烈电话。你是你热爱的祖国，啦啦啦啦啦啦啦，道不完南征北伐的往事，数不尽陪你一生的疮疤。我的白了少年的
包括我的心意，要想一个不丢脸死我。这是犯法的吗？你怎么可以绑他呢？你都不绑他跑了？这是怎么绑的呀？这几天吼，那个家甲绑哦，可能拢伫咧这顶面床的呀，可怜哦。这哦，涉及虐待，我们是可以报警处理的哦。对，当初是你们要我这样做的，怎么现在又怪我做不对了啊？对，士官长，你这个方法太出残了。你在那边啰嗦什么？干你个屁事啊！有受罪无？啊，你去提受罪好不好？顺便叫因爸爸来。我来准备。哎呦。对不起。司官长，帮你儿子擦擦脸啦。归不起。哎哦，有个是傻瓜钓鱼左右。对啦。好。对，等一下帮我包那个板条，我大份一点。好。好。冰冰耶，这个，这个好酷酷耶。药主的名字是谁取的呀？这个家除了我还有谁呢？来，帮他把手跟手臂擦擦吧。来，来，很瘦哈。小时候很可爱吧？胖乎乎的，笑脸就像个包子一样，
白白糯糯的，任谁看了都想咬一口。还有他这小手背，像藕节一样，一圈一圈的。造化弄人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，呵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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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呵心情真歹哦！哦，歹势歹势，你也来买菜哦？无啦，我买公司啦。对吼，你公司都伫头前嘛。哎呀，你是咧烦恼啥哦？哦，对啊，无困哦，都是咧烦恼数比号的代志啦。哎，哎呀，有影啦。啊，虽然啦，你处理过的个案这么啊多。但是吼、哦，头一摆拄到遮困难的啦吼，莫怪你的烦恼啦。伊应该吼是真快乐，对吧？啊，是安怎讲啊？你看伊，逐工伫夜市啊内底替人客安尼走动，若是讲趁钱，伊根本也毋知影钱要安怎用啊。啊，伊就一定爱去，安尼来讲，应该是真快乐啦吼。安尼讲嘛是有影啦。那伊虽然是啥物拢无，那不过伊要求嘛无侪啊。哦，啊人互伊食就食，啊人叫伊做伊就做。那若拄到啥物病痛，还是有人甲欺负，啊伊就安尼一两三四五一直算到十，啊就甲放袂记啊。哈哈，喂，快乐快乐。安尼讲起来，想我想了上过复杂，对不？你无法度啦！你头家内底遮尔济个啊，你是要怎单纯？啊，每一个 case 拢遮歹处理，啊，佮你佮坚持一定爱甲做好，唉，无法度啦，你得忍耐。啊，阿姨啊，有啥物爱斗相共的，讲一声。感谢来。这都是生活。有的人打拼，有的人自在，有的人清清菜菜，有的人却是无能为力。
这是咱的城市，城市因为人所起，为着人存在。要唔过，住伫遮的人呢，日子敢有过了搁较好，还是更加的孤单甲无助？好佳哉，好佳哉，素皮河所在的城市，遐个人拢会当善待他人，拢愿意伸出手去救迄个囡仔，转化伊的无能为力，何以会当安住在这个城市，如常的生活？睏起来去啊，哪拢无啥？无啦，都咧想代志啊。想啥？就今仔日伫阮同学婚礼发生一挂代志啊。看个好耍吼、哦，够好耍诶！迄时喏吼，阮边间咧躲咧关系咧。恁吼无害人去冤家吼，足无好无。你看，到最后吼，新郎提出这個。我马上就叫伊想袂起啊！妈，人是安怎要结婚？你小暖会安尼问啦？无啊，都今仔日看到阮同学结婚啊，嗯，才会想想，因为。新郎因家是信基督教的，所以前半段伫咧新娘家的时阵，教咱的礼数，祭拜祖先，拜别父母。然后阮一家人都去遐教堂，接受牧师的祝福。伫咧拜别父母的时阵，阮同学是哭甲安尼目屎流目屎滴，我伫咧边仔看。我感觉有淡薄仔酸酸。后来，伫教堂听到牧师的祝词，可能气氛袂歹啦，我都搁叫感动着。人是安怎要结婚？哎、欸，应该爱来甲伊问一下。什么结婚？就是各取所需呗。我拿到打工的资格，他和老伯啊拿到我付的钱。啊，你知道跟你结婚的傅先生是什么身份吗？什么身份？是政委还是领导？我惹麻烦了吗？啊？他是退伍老兵。没有工作，没有收入，而且八十几岁了呢。哦，难怪他愿意配合我。哎，他本来就要去申请那个低收入户的补助了呢。那什么呀？那是一种社会福利制度啦。啊，每个月可以领到一点钱，可以保障傅先生的基本生活开销。哦，那就是我们那边低保嘛。哎，可是就是因为他跟你结婚啊，所以那个资格就被撤销了。哎哎哎，周女士，你千万不要把锅甩在我身上哦。那个什么资格被撤销，我有什么关系啊？这是事实啊。事实是我害的，你难道比他啦？哦，没有，我没有。
那个老先生他就不知道这样哦，会影响到他。哎呀，我对他的处境啊，真是深表遗憾。可是我不清楚，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是我害的呢？我也不知道。哦。哎，你在大陆有丈夫吗？哈。有小孩。两个。啊，为了来台湾打工，所以离婚了。是一定要的。也是很辛苦哈。不辛苦了。我们那个村啊，有四成女人都这么干的。啊，现在你会想要帮助傅先生解决他的困境，再离一次婚吗？哎，那可不行哦！不是因为我爱他，是因为我需要这个身份。上个礼拜哈，我女儿去参加婚礼，啊回来哈，她就问了我一个问题，说为什么要结婚？啊，我第一个想法就是想建立一个家嘛。这个回答很好啊。啊，福利制度为什么要这样设计？因为它就是以家为计算单位哦。啊，家的基本成员就是丈夫跟妻子啊，啊，彼此互相帮助、互相扶持，这是家的基本精神啊。啊，如果妻子有工作，啊，他们就不可能是低收入户啦。就是这样。你说的这个道理我懂，可是我现在的家。我女儿哈，还回来跟我分享了牧师的一段祝祷词哦。啊，她对新人说哈，不管你们以后是健康是生病，是富有是贫穷，都要关心她，呵护她，爱护她，珍惜她，要。永远陪伴他，直到生命的尽头，也大概是这个意思啦。啊，我女儿听了以后吼，她很感动呢。虽然这个祝祷词有一点八股啦，啊，可是她听了以后吼，她觉得，这里面充满了爱，充满了祝福。啊，我们政府也是基于对婚礼的祝福啊。啊，他们怎么样也都没有想到说，这里面会有虚假，会有欺骗呢。我也相信，我也相信，在你的心里的那份爱，仍然在大陆的那个家里的。啊，在这里，你跟这个陌生人成立了另外一个家。我不管他在你心目中是什么的，啊，道义上，你是不是应该负一点责任哈？带着查某，嗯，安说吼，这严格讲起来应该是牧师的话。嗯，哎，严格讲起来，那应该是婚礼固定的誓词啊。哎，国宽安怎讲，迄嘛是我干妈讲的，好不好？嗯，对，是我干妈启发的，好不好？嗯，是哦，我是启发的。干妈，那个查某的算是有良心的。嗯，那不过坐伫边啊，迄个中介吼，看起来无要无紧，迄个态度，
予人足无奈的。因哦，就是要利用人小比例的弱点，那有啥物良心？假使讲农民伯伯无遐尔小比例，嘛袂上当啊。对啊。要毋过嘛，若是即个农民真正爱甲恁申请补助，恁嘛是有一个当予伊啊。若是讲吼，敢有需要遮尔麻烦，搁了遮尔侪精神去甲人找出来？这个哦，都叫做哦，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啦。啊，你若得到好处，当然要付出代价啊。啊，迄个老农民都已经付出代价啊嘛。啊，颠倒头讲啦，啊，迄个大寮迄个查某人，伊占着便宜，伊嘛付出代价，真合理啊。我是安尼看啦，我是感觉讲吼。这两个一定有因果关系。那何农民伯伯得到无好的结果吼，安尼就无够圆满啊。所以吼，咱就爱在因两个中间制造出一个圆，安尼就圆满啦。哼，天下不如意的事十之八九了。所以我们更要努力呀。都参照吼，顶届我讲的。迄两只手去予火的烧伤，啊，两只手拢揪起来，迄个吴女士啊，换别个角度顶当看卖，到这呢，真棒啊啦！好啦，不要紧啦，安尼就好吼。敢会用去做工课？是啊。收了就走啊！你不是甲我讲，伊拢会甲我讲一挂因去做房事，一挂足感动人的故事的代志。当初甲我唬出去的是你，讲要断绝关系的人嘛是伊。大家拢有这步，伊为着要得到你的帮助，搁较可怜，搁较凄惨，拢嫁会出来。假使若一切归零，咱就为零重新开始。只要这个人是需要咱斗相共的，不管伊的过去，咱都爱伸出援手，种下善的种子。